我现在在韩城古城里边一个花馍店里边，我从这路过的时候看到老板做的这个花馍挺漂亮的，所以进来就想看一看。花馍又称鲤馍，它的品种繁多，多银花鸟鱼虫蔬菜蝴蝶等为主，表达对祖先的祭典、老辈的祝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可知道这个蒸馍有多辛苦。哎呀，好香啊！上面上色，他们，你这些花呀、鸟呀，这些没有模具啊，全凭你自己想出来的。那个算是叫啥名称？那个叫寿桃，这个这小的叫什么？就还没有什么名称呢啊，就是给他想了一个。那时候吃饭的盘子里面放一个小的。哇塞，好美呀！红不能吃吧？这个是食红，它是食，可以吃，最好不要吃，吃最好不要吃，要吃人都买一块钱的馍，这一块多的馍了，谁买这么贵的馍？贵，这挺贵的。这就是请那个。这一个花子10块钱。哦，这是人家郭嫂。姐，啊，这是你西安发快递啊！随便的也好看、哦，我觉得这个也好看，都好看。那如果要大多数人说这个好，不是上一次是这样，上一次是这样放的，那个太高了，有点看着。哎，真方便。然后就是那个花和馍脱离了，对，没有一体的感觉。对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哎、这变了，这是样品。对，现场制作的。俺都发合道理。鱼先发货，你花和那个蝴蝶岔开是最好的。这个花，这个、蝴蝶吧，这个是鱼，这个是鱼。哦，西安吗？西安，你是他是他妈不在了，给他妈给他办的工作。工作、啊、刚好一个盘子里面放一个馍。那还是这样的好看。他拿两碗啊。他是去年在这买了，去年在这买了。那这，这是这个这这么地方搁了？有地方搁，你这还有空的位置嘞。你把这个放这里。你这里边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枣、核桃、芝麻、花生米、红糖。